各位同學，你寫翻低佢呢個係個形，個 in circle 嗰、那個坐標啊，即係喺度寫多次嘅啫，其實。同埋，如果你可以細心啲睇咧，其實我每一個 center 裏面咧，即係每一個 center 裏面咧，我有啲 property 上都用英文寫嘅，你可以睇一睇嘅。即係如果有時間，你可以睇咯；如果冇時間，需要睇嘅。不，我想問咧，嗱，佢哋抄緊，我又問一問啦，公公，你估下你咩情況之下咧，嗰四個心係同一點嘅？咩情況之下嗰四個心會去到同一點嘅位置？等邊？係啊，等邊三人，等邊三人嗰四個心同一點㗎啦。如果等腰三人咧，就會有幾個心一樣嘅，同埋咧嗰幾個心咧會有 collinear properties 嘅，即係某啲情況之下，如果 in general 咧有三個心係 collinear 嘅，咁都係呢啲嘢就喺 M2 個角度去出㗎啦，就唔係喺你哋而家呢個角度㗎啦。